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日宣布，又是无人控制，同时已经是连续第27日无本土的病例。不过，卫生部防疫又公布，办理纾困补送的方案，也引起一多民众关切。指挥官陈时中就再个强调，补送金今年发不出，每种唔得无法度，每呼吁地方政府在第一线处理民众申请加下，总得核准的就尽量核准，韩国无。按严格来做审查，所以为了让地方能够在审查上面能够更能够有信心，不会有困扰，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核尽量核。针对初八新北市六初审通过的9000人检诉群申请案，送去中央审核。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初九在国讲，申请资料当然准备到安车，希望地方政府审核并看标准，加快发补送金的流程，希望送去中央审核，减少误导发签的时间。有一些就是已经是很明确的案件了，就没有必要这样子一个再送到中央来再审，好一看就很清楚的，好可以过或不可以过。面对国内疫情又下防掉啊，指挥中心当得个安逸，要中央慢慢个解除各市运动比赛，以及了人种群平安，也系学校了条规范。不过对恢复酒店赴汤营业，陈时中还系坚持，为高本提供政府了决定。不过没任意业者之一差别对待。我们那不是针对任何一个行业或职业别，是一个通案啊，通案就是说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，好，我们这种等于是防疫新生活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那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我们业者的管理能力跟地方的一个管理的量能。另外，卫福部公布修正疫情应应津贴奖励，包含第一线照护，可能是也是扩展武汉肺炎个案的医生，会得到大医院、福利医院、特办医院之外，急诊相关医院每位有人数得到最高120万个元。在各分配分机调，第一线收取了减量的医疗人数，每个有奖励的机制。意思是讲，会分批的5年到7年整理发签的名单。下个新闻，丰原迅速回线特别不妥。